这个叫什么？这叫螺丝，三香。这个就是十一个螺丝，爬学子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姿势啊！来来来，正在夹的过程中，大家怎么样？好了没有？好了，这样配合多好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为啥呢？这个刘老板肯定是把蝎子往美国喝。喝醉的一只脚。啊！来来来，大哥，应该采取一个办法，就叫抢。 我们家叫个什么什么节目？你说，要放，你别放，一放好家伙，这可是活的，一个资源会有才子，完了呀！这真是往上爬了，看看，蒙住以后呢，蝎子呢，这就不，反正它尾巴肯定还乱蹬，然后呢，咬它的后三节，咬它，哇，先咬啊，好害怕。 哎，对，再往后夹一点，再往后夹一点，差不多，行吗？哎呀，哎呦，再干两下，啊，再站一下，嗯，勇敢，关机把尾巴咬掉，舌头伸进去，把嘴弄开，把舌头缩回去，好，哎呀，哎呀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，一口吞，好，哎呀，再见。 这个接下来，咬的时候三到五秒，等稍微等一下再嚼。咬断哈，一、二、三，好了，嚼吧。好，可以嚼了。哎呀，四节，叫自豪、兴奋、刺激。哎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接下来，这个太棒了，这都可以搁嘴里了，这个没事，这没事了，啊，这个。 恐怖！呀，非常好吃，恐怖！就吃以前是无法想象这个恐怖，这种感觉哈。吃了以后非常好吃的一种东西，非常刺激，确实是。几种是配到一块的，就是把这配下去以后，给它蝎子这儿，这净化一下。 啊，给它慢慢的啊，它把鸡毒呢分鸡毒和悬毒，这基本上都分离开了，就是对人是食用的还是有惊无险，啊，包括可。实质呢，就这个是虽然是活的有毒，通过我们科学加工处理以后呢，有惊无险，有些人称它吃它以后呢是英雄之宴。